枸杞啥的呀？放那玩意儿干啥呀？你看，人到中年不得已，白酒里面泡枸杞，枸杞难挡岁月刀，大羊腰子配有烧啊！哎呀，我们是什么？姐夫小舅子，这酒怎么喝？干！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干豆腐，卷大葱。过来，过来，啊！你俩给我站这儿。媳妇儿，你提前站这儿，别废话。拿瓶那个手举过头顶，高高，有样吧？一动不许动啊！一动不许动，姐。这老太举着像打地流似的，好吗？这玩意儿啊！别废话，来，让我看看，你们这瓶里头是啥？这来，羊奶。羊奶啊！撒谎惩罚可翻倍啊！不是翻倍啊，树林啊，你太损了你呀、啊！媳妇，我跟你说，他把这玩意儿拿来了，勾引我，我连看都没看，一口没喝。姐夫，我才发现，在坑小舅这方面，你这气质拿捏得死死的，这是。别废话，拿来。你的，拿来。看看是干啥呢，在家。酒啊啊啊！不是酒吗？这也真不是酒啊！真不是酒，你想干啥呢？啊，没事，我这给你擦擦鞋嘛。你跪地下干啥呢？啊，我两只都擦完了。啊，我擦的地。你给我回来！你看你，宋晓峰。哎。我问你，你真戒酒了吗？啊！你真戒酒了？啊！我戒的不对呀、啊。对，那能不对吗？姐，我跟你说，我姐夫在戒酒这方面，那气质绝对拿捏的死死的，我都服他，说戒就戒了，现在再提酒这都打嗝。你看看，那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媳妇儿不让我喝酒。美满生活天天有，上前就把媳妇儿搂，流着眼泪线痛快走，媳妇儿我想死你了，你勒死我了。行了，你俩搁这勒吧，我走了啊。你等会儿，树林，你这样、啊、那什么，我昨天晚上啊工作了一晚上没睡觉，我特别困，你在这再替我陪会儿你姐夫，再聊会儿啊，我回屋休息一会儿、啊、谁也别影响我。媳妇儿你放心，就你那呼噜只能影响到别人。睡会儿觉，哎呀，走了。哎，过来。太快了，这呼噜这家伙如雷贯耳的。不是，这怎么不是酒啊？我知道了，这个酒我是让小虎灌的，这小子肯定偷摸把酒喝了，给咱俩换的羊奶，太损了他。谁喝了？我发现你俩现在处人有问题，平常喝酒都咱哥仨一起喝，今天你俩吃独食儿，是不？另外树林你啊，你是不是这两天喝酒喝蒙圈了？你到现在没管过来呢？你告诉我，把酒倒奶瓶里，你把奶拿走了，酒落这儿了，你拿我当吃独食的人呢？哎呀，哎呀，你说我这脑袋啊，喝完这玩意儿，你俩说话能不能小点声啊？啊，你小点声，嫂子也没在家，你怕谁听？你听听，嗷嗷的。回来了，刚回来，没有事儿啊，吓我一跳、哎！我跟你说啊，就我姐那叫，打雷都打不醒，还你不信，我给你试一下啊，姐啊，
我们要喝酒了。你看根本听不着。干啥去了？干啥呀？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！走，那还喝还是？别得喝呀！咱们临时开个会议啊！你听我说啊，你嫂子走三天，咱哥仨呀连喝了三天大酒，还把羊给造了。一会儿你嫂子醒来之后啊，他得问你们，咱仨口径得一样，把这谎得给他圆上，听见没有？那不骗人呢？这不是骗人，这叫自保，听见没有？你嫂子知道我把羊吃了，喝酒我就废了。啊，赵家，一会儿你嫂子要问你，你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吧？如果问你，周一，小虎，你们干啥了？周一咱仨喝大了吗？你非要跟那大黑羊拜把子？那大黑羊一看你这成何体统啊，帮给你顶个跟头。你一生气，告诉你把他烤了。不是你怎么胡说八道了？你说的对吗？那不对吗？不对，你听人家咋说的？周一咱们干啥了？研究母羊的产后护理，听着没有？听着没有？简单明了，研究母羊的产后护理。你看看，那我明白，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周二咱干啥了？周二你最有正事儿，你去的羊圈。对了，接着说，你还要跟那大白羊拜把子？那大白羊一看你喝大了，给你面子，没顶你。就这么笨，你怎么的？人家手把手教，就学不会吗？啊，那咋整？对，周二干啥了？继续研究母羊的产后护理。你看看，这么简单明了，就这么事儿，你就学不会，笨到家了你呀、啊！我现在懂了，你要这么说，是你没说明白。站起，峰哥来，你问，周三咱干啥了？继续研究母羊产后护理。你拉倒吧你！一个母羊产后护理三天呐啊！那得几天？他研究两天都没事，我研究一天就出事了。你就差那一天干啥呀你呀、啊？你真是我活爹呀、啊！爹，你坐着了，爹，气人呢吗？你们？你这智商啊，是不能愈合了你呀、啊？那听我的行吗？消气啊！听我的，周一和周二就按照那个树林说的，好不好？研究母羊的产后护理了。周三听我的，跟我学行吗？周三啊，行，注意跟我学啊。周三我们放羊了，周三我们放羊了，遇见一只母狼了，遇见一只母狼了，我把母狼打跑了，我把母狼打跑了。姐夫你算没好了。不是，你怎么就瞎改词儿呢？正规词应该是我们的羊群得救了，我姐在你身后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母狼母羊，不是那个媳妇儿，你睡醒了？是，我把自己震醒了。姐夫圈套。对呀、啊、圈套。小伙你继续说，第三天干啥了？第三，小伙，在我们养殖场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从来都不撒谎。接着说，第三天干什么了？你这明显的就是紧张了是吧？来，树林来。坐下，咱们倒点酒，喝点酒，放松放松，边喝边唠，好不好？来，你等会儿啊。行，你临走的时候不说的不让我姐夫跟我们喝酒吗？对呀、啊，我说了吗？他还是说你说的。宋晓峰，哎，走以前我不是特意交代你了吗？你可以喝酒。说了吗？还可以吃羊。没说吗？你是不是忘了？你再想想，我没说吗？啊，忘了，这咋能忘呢？这不扯起来了，我的妈！这两天把我折磨的，还搁这装呢，又灌羊奶，我的妈呀！拿错了，刚才酒在这袋里呢。哎呦我天，他净忘正事儿，这扯不扯？整这半天，这腰子都硬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不扯呢？来，哎呀我天哪，这扯呀！你看你给我留一，你干啥呢？我擦地呢，我。你过来。坐着喝点不玩呗。来你这什么事情啊？这谁喝给我整紧张了？喝我吓坏了。咱俩先干一个，
你俩先干一个。行，来干。你不喝呀？哎呀，恶心。小伙来，这回啊我单敬你一杯。来，单敬我呀？对，我赞助。来，你喝一小口就行哈，别喝多。哎，嘴急，举杯必须干。小伙你看啊，其实喝多酒吧闹点笑话这属于很正常，咱们大家都知道。是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说吧，第三天干啥了？那你第三天干啥了？那我还得自罚一杯，对吧？我赞助。来来，嫂子，我告诉你啊，就第三天是最开心的一天。哦，啊，第三天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哥仨全都喝大了。哦，咱去汤岗子泡的温泉，对不对，峰哥？啊，峰哥也没跟咱打招呼啊，看那个有个大池子，一个猛子就钻进去了，那里边50多度啊，那给烫的像小胡萝卜似的。后来他就喊服务员来一瓶冰镇矿泉水，我以为他要喝呢，这家拧开，嘟嘟嘟嘟嘟，他搁兑里呢。一瓶不行，再来一瓶，又来一瓶，叭，又给兑里了，一共兑了67箱半呢，愣把温泉兑成冰泉了，你说气人不？哎，这还不算啥啊，那经理真给峰哥面子，找了8个保安，给峰哥从池里给捞出来了，要不然那就冻成冰雕了。树林你咋不笑呢？有意思吗？没意思吗？后面找笑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姐啊，以后再去汤岗子一带打听宋晓峰，没人知道，你提送三炮全认识。三天泡一回呢？一天泡三回。他那小脸泡的多嫩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回来之后我才发现我姐夫啊穿4套衣服回来的，没有一套是他的，他把别人衣服全穿回来了。我估计那4个人现在还在温泉里泡着呢，我那都得泡姑娘了。就有一个事儿我没整明白，哎姐夫，就那小孩游泳裤衩就这么大，你是咋给穿回来的呢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是穿回来的，我当口罩给带回来的。哎呦我的妈，那玩意儿就是大的，你咋带回来的啊？他们有俩桶啊，往耳朵里挂，没说前边还扛风呢。你真哎呦，我太搞笑了！别笑了，有那么好笑吗？啊，我问你们，有那么好笑吗？宋晓峰，我接着问你，我刚才回来路上路过那羊圈，我看一个羊站的浑身淌黑水，那是怎么回事？不是，那他那个羊有可能是热的，黑色素排出来了。你可别扒瞎了。哎，大黑羊不是让咱们给吃了吗？你怕我姐发现吗？我弄一个白羊染的墨汁吗？